大表哥，你的脸白了，是不是不能喝了？净瞎说，我脸白量大，你瞅你这脸通红，你才不能喝。为啥脸红才能喝呢？我能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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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能喝。哼，你俩都是菜鸡。分解酒精要靠身体里的两种酶，乙醇脱氢酶，阿醇；乙醛脱氢酶，阿醛。能喝的人，他的阿醇和阿醛都很勤奋。阿醇先把酒精分解成乙醛，阿醛再分解乙醛。阿醛就交给你了，包在我身上。他俩越努力，你就越能喝。我能喝，你不能。你脸这么红，一看就是阿醛在偷懒。就交给你了，阿醛。下班了，明天再说吧。阿醛一罢工，乙醛就会在体内大量堆积，这会扩张脸上的血管，脸就红了。我脸不红，我的阿醛指定行。再来两瓶，不能喝。你脸这么白，说明阿醇和阿醛都在偷懒。酒精没被分解，直接进入血管，会让血管收缩，脸上的血少了，你就白了。那能喝的人啥样啊？喜欢跑厕所。那不是尿频吗？那不肾不好吗？你俩懂啥？跑厕所说明阿醇和阿醛特别勤劳，都在干活，这能更快的分解酒精，变成水和二氧化碳，通过汗液、呼吸、尿液排出体外。这样的人才是酒桌上的天选之子，一个能喝的都没有。